江南平原，一群返乡青年，让老戏院、中药房重获新生，创造美Darling传奇。我写给你汤姆克鲁斯啊，我也写信给 Lady Gaga 啊，就希望他们能愿意来啊，或是知道大林万国戏院的故事啊。爱大林的这群拱狼，星期六晚间11点，民视新闻台，民视一言堂。